And my last question was about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Some people are very worried that indeed a conflict would really star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r China, Taiwan, and the US, and that it would mean, well, security consequences, but also economic consequences, maybe sanctions, etc. What do you answer to these people, including Chinese people, who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se consequences? 这个事情是双方的。如果真是发生台海战争，如果真如美国那些战争贩子叫嚣那样，要阻止中国的统一，要把所有航母舰队开过来，要对中国动核武器，那就不是中国经济遭殃了，西蒙先生，那是世界经济，连同你们瑞士经济也要受影响。我跟很多美国人很熟，包括美国使馆的官员，我跟他们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到那种地步，两头大象在一个狭小的地里边打起来，没有一片庄稼是不遭殃的。但是美国人休想用这种方式吓倒中国人。既然是咱们互相毁灭，那中国是中国解放战争，完全是国内的问题。美国人在道义上，第一，你是失败的。第二，如果战争真打到那样规模的话，中国今天，我说一句不谦虚的话，我是中国人，我替中国人说一句不谦虚的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工业能力，全产业链的工业能力，是今天的美国，加上今天的日本，加上今天的德国的总和。中国的工业链，中国的产业链，中国的集约化的效应，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出国，那就是实实在在物质的生产呀。而美国是什么？美国是玩空心化的，是去工业化的。美国再造这么多轮船飞机，现在美国军舰它怎么都造不过中国。为什么呀？因为美国人脱实向虚了呀。村长打白条就能赚钱，美国人不搞这个了。可是真正战争打响，那是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的。所以即便是在美国封锁的情况之下，中国人也能够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如果决议要打到最后，那就是爱因斯坦那句笑话了。有人请教爱因斯坦说，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您估计会用什么武器啊？爱因斯坦说，哎呦，这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要用石块和这个和木棍。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打法，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打法，今天呢美国打一下这个打一下那个这个打法，还是这个量级的话，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战争将导致天下大乱，整个星球没有赢家。所以经济的问题不独是中国的问题，那中国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重创呢？当然会非常严重。但是中国是个近代承受了足够苦难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呢分分合合也有很多战争。中国人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绝不屈服。已经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敌，不惧怕任何威胁。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现在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民手上。如果真是到了那样一步的话，那有钢铁，有粮食，有现在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打常规战争中国人有足够的忍耐能力。看抗日战争那时候中国弱到什么程度，谁都不认为中国人能打赢，中国人打赢了。看抗美援朝那时候，就是你们所说的朝鲜战争，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若干将领都认为美国人更强大，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不赢，事实上打赢了。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强大，但是美国人两场败仗或两场平局的战争，一场是在朝鲜打的，一场是在越南打的。这些细节瑞士的读者可能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要告诉西蒙先生的是，中国人民在美国经济封锁，美国及其小兄弟联合起来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绝不会动摇。
中国人在发起这场战役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是真不愿意打呀，但是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逼得我们只能这样做的话，那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在通盘考虑的范围之内。有人想威胁中国说你会受到制裁，中国人制裁多了，在1978年之前，美国制裁中国，后来俄罗斯就是前苏联也制裁中国，中国怎么样了？中国还不是走出一条路？所以要威胁中国人，威胁14亿人，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统一。我请这些先生们仔细考虑一下，在中国人民付出代价的同时，你们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些代价有利于你们吗？阻止中国统一，包括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很有可能像是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一样，杀敌1000，自损1245。关于这个问题，我补充一点呀，我想请西蒙记者了解一下，同样的问题，你如果问美国人，将来要到中国来阻止台湾解放的那些美国军人，你们为什么打仗啊？隔着10000多公里，你过来是为什么呀？中国人，但凡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叫为中国统一必须进行的战争。中国人准备了多少年了？100多年的屈辱，这一战要彻底洗清，所以每个人都会视死如归。但是美国人你有任何道义性吗？你跑10000多公里之外跑这儿来，保护这个岛子，要搞独立，你有什么道义基础啊？中国一句老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也不要太自信，因为呢，很难说世界上多少人会跟着美国跑，会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所以作为中国老百姓，我不担心美国人所搞的这种围堵。美国人呢喜欢吓唬人，毛主席，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说法，叫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举例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啊，它有原子弹，看着很厉害，那是吓唬人的啊。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当中，而不是靠一两件新式武器。现在美国的新式武器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优势了吧？美国有的武器中国差不多都有，中国有的武器美国未必有。比方说超高音速武器，中国的俄罗斯的就比美国的先进。比方说航母，中国跟美国也差不多，没有你们多罢了。比方说粒子束武器，比方说卫星，比方说现在马斯克有星链，我们也有 GPS 啊，我们低轨的卫星群的卫星正在大面积布防啊。所以美国现在呢处在一种，我说个比喻啊，不知道西蒙先生您同不同意，我觉得美国现在像是有好几次更年期，但是呢使厉害发作，情绪有点不太受控的一个，我想说老年妇女会不会得罪瑞士妇女啊，我绝没有得罪之意啊，我只是打个比方。美国人现在有点草木皆兵，有点呢不甘接受别人的发展，没有雅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台湾问题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国力衰弱而留下来的一个战争的遗留物，有点类似于人体内的一节盲肠。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一定会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军力发展、中国强盛自信的发展过程当中彻底解决。所以西蒙先生你年轻啊，我未必能看到那一天，我希望它明天就发生，但是你会看到的，你将来会看到台湾已经回归祖国大陆了，两岸统一了，希望你想起来，哎，采访过中国一个老头说得很对呀，果然台湾说时迟那时快，台湾很快就回归了，我希望你有机会见到那一天。对，我觉得差不多，一定很多，所以非常感谢您。好呀。对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for your very rich explanation. We really appreciate to have your analysis. 题外话呀，我想关于瑞士说两句话呀。瑞士在二战的时候都是中立国，
瑞士军刀很好用，我在你们瑞士啊，我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指甲剪儿，直到现在还很锋利。瑞士精工，瑞士人的智慧，瑞士人理财能力都极为让人佩服。但是您知道吗？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战争打响了之后，瑞士的做法我有点不太理解，您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瑞士为什么要取消自己在二战时期都保持的中立的立场，而对俄罗斯的那些商人的存款采取一种罚没的态度？瑞士这样做对瑞士这么小的一个山地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Well, I think the point of view in Europe is very about this war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t is seen maybe in China, because this war is happening at the really at the side of Europe, and so I think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feel threatened directly by this war, and so I think that might be the reason why somepolitical positions have been changed by this war, because they see it as a threat, and that maybe it's happening to Ukraine now, but it would get closer to us. So yeah, it has created a lot of concern in many countries, and I think that is what is changing some positions, some traditional positions, including in Switzerland. 这个理由很难，很牵强。德国离瑞士更近还是俄罗斯离这个瑞士更近？这个理由恐怕是瑞士决策者自己都不当理由的理由。不管了，关于俄乌战争的问题，我想跟西蒙先生交换一个意见。我毫不掩饰，我认为战争打下去，时间长短另说，俄罗斯必胜。俄罗斯必胜的理由呢，有几条。第一，乌克兰呀，现在他已经是美西方不给武器不给援助他就躺倒了，这个国家作为财政意义上的国家他已经没有造血能力了。第二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领导着乌克兰人在和一个比自己力量强大的多的国家打仗，尽管有西方的援助，但是西方援助正在产生疲劳症。最近泽连斯基就很痛苦，他说同样都是犹太人，为什么援助以色列不援助我们？以色列你去两艘航母，还要再去两艘，我这边怎么一个没有啊？而俄罗斯刚刚完成30万大军的动员，俄罗斯呢，他的资源，他的国防工业，特别是单一为主的俄罗斯民族的这种统一性和组织能力，俄罗斯不可能再承受再次被肢解的命运。所以这里边提亮出一个概念来，叫做战争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动员能力，其强大，西方生活的那些人恐怕不是很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战争威力没有爆发出来，帝国主义那些强盗来了以后，中国就各地赔款，甚至在中国的家门口架上一门大炮，中国就得丧权辱国签合约。现在不一样了，一句话，还是我们毛主席讲过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这一条根本的政治制度、组织架构、组织动员能力不变，美国人恐怕在和中国的对决的过程当中，美国人很难说他会完胜。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说一个观点，他说中国呢不会完胜，那美国也不会完胜。所以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人多少年没不打仗了，但是中国人血性还在，只要这种血性不倒，只要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就国家动员能力在，那我想中国人一定会表现出无坚不摧的力量。好，最后我再说句话，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背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毛主席讲的，叫做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第一条就叫国家的统一，所以国家统一是我们最高的使命，是神圣使命，是中国的军队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再次请西蒙先生，你在向你的读者传达我的观点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还有就是您什么时候，小张也在内，你们两个到北京来，我请你们两个到北京下馆子吃最好的胡同菜。嗯，谢谢。哈哈哈，听懂了。嗯，好，谢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好，嗯，对 ，very interesting, so really appreciate。我也很愉快，谢谢小张，我的话长是让你受累了。没有，对，反应应该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哎。